Zhongguancun 附近的美食啊，可真是不少。从传统中餐到异域特色，可谓是应有尽有。我们从海淀黄庄地铁站出来，走进了这家坐落在石宝街上的东南亚餐厅。既然是以东南亚美食为招牌，装修风格方面也得与当地一致。这不，从里到外都用上了木头和草棚，拐角处静听流水潺潺，抬头便是绿树成荫，仿佛置身于东南亚某处静谧的村落里，阳光火辣，鸟鸣声不绝于耳。美食也是风味独特，菠萝与鸡肉同舞，猪肉与甜酱前卷，鲜艳的水果和清凉的冰淇淋让人食欲大增，还有爆炒野山菇和椰子烤吐司，让我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来自遥远国度的热情。快叫上你的小伙伴们来尝尝吧。热情奔腾